大家好，我这盆三角梅呢又开花了，短短的几天，现在呢枝头上都冒出了非常多的花芽。其实呢这个催花技巧非常简单，顶端都是花芽，大家看到了。其实修剪过后呢，马上用真根藏花型营养液给它浇了两次，差不多十天一次。现在呢枝头上都长出了非常多的花芽，这里还有不少的。要想三角梅复花，我们一定要给它充足的磷肥，磷肥能促进花芽分化，让它开出品质高的花朵。第二个就是光照了，在养护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给它全日晒，光照越足更有利于花芽分化，开出品质高的花朵。浇水呢，我们遵守一个原则，甘蔗浇透，养护就这么简单。好了，再见。